怎么回事啊，师傅，你们去看看。是，我们去那边。 去拿水，是师傅，去把疗伤药拿来。是，水，师傅，河水，师傅，加藤先生，那个小子逃往明光寺，惠子小姐正在带人追赶。 明光寺，是，亲自问去。立即召集所有人手，带上武器，跟我杀上明光寺。方丈，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。云僧徒残团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对，我是在日本人的办公室发现的。看来加藤浩二回到天津了。都过去20多年了，他还想找回剩下的残团。 父亲，那个人逃向了明光寺，里面暗藏武术高手。
跟我来，是。我们去那边。念生，你赶紧护送李先生从后山离开。不，师父，我不走。哎呀，念生，你一定要护送好李先生，保护好云松图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图落到日本人手里。 把云松图交出来，李先生，啊，您里边请。